台北市信义分局的刑警薛振国，今仔透暝到管区的夜店，煞予五十个人夜棍啊拍，手段真残忍。犯了后，这人是开车逃走。警察最后将紧急送病院，但是不幸煞无抢救回来。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四个嫌疑人，要来展开调查。在信义区夜店门口，喧闹叫骂声不断，有人提着棍啊，有人提着铁椅啊，为着共一个人一直拍，算算的这拍人的人将近五十人。而予人拍的是信义分局的刑警薛振国，被拍几分钟了后，人已经倒伫现场，拢袂振动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赶往现场。伊都也传出讲，这个刑警送医的时阵，嘴也插着一支刀，也毋过警方否认，经过急救了后，也是宣告死亡。头部有多处的挫伤。头部到颅骨，疑似颅骨骨折。中毁命案现场也留着真侪血迹。这间夜店是这个刑警负责辖区。事发当时，伊是休假，穿着一般的服装来到夜店。警方目前掌握，前一天这夜不发生群众烧酒醉、烧拍纠纷。他是基于职责，或者是接受到通报前往去处理。现在这个问题，我们现在正在深入了解查证当中。做刑警将近十八年的这警察，被人围起拍死亡，警方已经掌握四名嫌疑人，专案展开追捕。只有这警察休假期间来到夜店，是因为公务需要来调解纠纷，也是另外原因，警方也全力调查。记者宋合报道。